已经把对方线推得很里面，然后一直往左靠。哎，他蓝 buff 不吃，想要打一波套路 gank。那是要看 face 的先手吗？那其实反靠左边的牵线，有牵到。摸眼，虎啸龙鹰命中了，敏智准备要送出手杀吗？差了一点点，但最后勒布朗还是拿下了 first blood。另外一边的话，呼刷出来开砍，小赖一打二，避了一个闪现，呼刷还有闪现，直接一个陨落王子之剑拿下了塔克，准备拿下一个 double kill。上路这里顶起来 ，Q 顶尖 battle， 娜还跳跳，直接跳小亮头上，接着要变大了。这里的话，准备变大，要把小亮直接一个预判丢，把小亮直接丢死。但我觉得这波其实一开始敏智不交闪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觉得那个小兵会帮他挡 Q 啊？因为刚其实有一只前排小兵其实好像要帮他挡到 Q 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小兵他差点就要挡到了，要是那小兵挡到的话，敏智应该就火了。对，而且敏智应该是觉得就是我都待在旁边，那我就不想交闪，这个团他要打起来。那最后呼啸这边是也是很漂亮的拿下一个 double Q， 做这个 Q 戳到，但这里 Quiet 这波太神了，血池成功，四等变大，抓最后一个时间点。三万点出来 ，Q 直接往上甩。哎呦，听说你刚刚很勇是吧？听说你很勇是吧？上一场比赛可能 IMP 稍微出了一点意外。哦，再来一次。传说中的中野联动，敏智先睡到，交了治愈，扭来扭去扭到了链，呼闪过来了 ，W 技能换位回去。抓对方飞过来的时候，来个睡。而且这里是血量压制，位置压制。塔口只有四等啊，这是四等打六等，那对于呼闪来说，运动是什么？随便打吗？小睡。所以这次没中了，那塔口是可以逃出升天，但中路好像要出大事了。敏智又是一只抖可爱的小女孩，先睡。有没有人可以帮她带虎啸龙命？勾下来了，下来了！哇，塔口这一波被一个深渊巨矛给勾下来之后，接着就是挖口的晋级时间，直接跑过来到了 Face 的面前，拿下了 Double Kill。哇，哎呀，在录素材啊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波，在吃龙吗 ？BYG 这波是抓准这个。先点往前踏步，哦，一直扭一直扭，点燃，然后直接近距离想要牵到了，但后面这一波，哇，这个勾，然后刚好是一个五等的离心，啊，啥事都做不了，做这个闪现补攻，然后瓦口飞过来，哇，他想要立体机动装置飞过去，结果被那个巨人一巴掌啪就拍下来了。即将要上演一个5v5，但是小亮是 TP 来到了中路位。现在的话，酒桶是还没到的。侧边的话，一阵的晋级是盯上了对方的一个 face， 赶紧往后走。一个虎啸龙鹰是命中，不过虎啸是已经先击杀掉了布朗姆，接着挖口直接来到了后排。然后侧边的话，塔口虽然是踢死对方的一个成员，但挖口已经拿下了一个 triple。还能再追吗？继续是瞄准他的夸抓。这边的话，睡交出了闪现，但是一个跑酷来到了面前，挖口拿下了夸抓 kill。千块的经济给追回来，是他们现在面临最大课题。这波竭力第一视角。不揪，这边是直接往后排贴，这个是四，而且四打五，然后后边是亮直接过来了，然后这个位置就直接突入后排，就是全杀光，点烂，对，点闪现直接 A， 哎，一定是 Q 啦 ，Q， 走 Q 啊，走 Q， 啊，花抓 kill， 啊，这波挖口是没闪的，勾到了，这里勾到了一个塔口之后。那这边呼啸来救兄弟，哎，大空了，要来救亮。而侧边的话已经掉到了半血，亮不断的普攻，但好像有机会可以完成直接的单杀吗？这里一个醉酒狂暴搭配的是呼啸，开心收头。是不看到辅助？好像看到辅助了，但他要死了。他是个死人了吗 ？Blaze， 哦，过去看到了。哦，闪现一勾，不给你活，交得住闪现吗？完全交不出来，直接被定爆。然后我们来了一个，哎呦，画面又是塔下，小亮再度单杀，哇！进入到了有点无法挽回的局面。好，先看下路这一波，我是为了炮车大打出手吗？就是只是吃个炮车，哇！你阻挠我吃炮车，我要你好看！永恒之装定住啊，炸回塔下，然后最后这边再渡在塔下，哇 ！Q， 完美普攻，一条带走。现在塔口是超瘦，这兵也进不来啊，被清掉了。什么意思？三个人要杀，三个人三甲小亮。但我觉得小亮这一波好像是有机会可以把球给放进的吗？一定直接定住，交了一个一技能，把两个人给炸散，再交闪现躲掉踏步。这边小亮还在操作，还在走位，还在扭位。侧边的话进到塔下被绑住，但是好像杀不死。最后的话终于是用勒布朗拿下人头。但是这样子中上要炸开嘞，所有目标最大的一个意义。但是这个纳尔跳都要用掉，他是不是要死了呢？是。哎，过来跟你打个招呼。小来帮忙。熟悉的位置，熟悉的画面，你要熟悉的成员，绕过了小亮，哎，亮嘞，哦，亮看到了一个肚子，
超痛，半血，快要单杀了，我的天！他给我道歉，要不要渡闪吧？请你道歉，渡闪，锤一下醉酒狂暴，踹走。该不会是辅助想要盾勒布朗下去，然后按重击吧？他有换重击，这么秀的吗？勒布朗双踏下去，然后布朗下去按重击，那很帅，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讲，如果那个，那我们刚刚蹲对面家里嘛，现在自己家里再蹲一波。但是布朗姆被找到了，好像要死了。你的盾嘞？魔术时间。啊，盾嘞？掉在地板上了。这里变成圣诞老人来送礼啦。这里在一个勾勾到纳尔，那直接被一个当当当当一套秒杀，挖口进入了神的状态。然后侧边的话一阵的追击 ，Face 完全没有任何的作战能力，由 Double Q 的挖口准备要为这场比赛收下结尾了，直接闪现过去，还想要来拿个 Triple。Brace 在温泉里面惨遭温泉杀。意外局是大局的挺心影侠，带着是八龙小兵，轻轻松松不费吹灰之力，秋风扫落叶，在24分钟的时间，准备要以3-0的姿态前进到下一轮。